等姊妹，让我哋咧都保持住一个祷告嘅心，好吗？今天早上咧，我想有一首新嘅诗歌，想同大家分享。系呢首诗歌叫《神赐丰盛恩典救一生》。有边个咧？你觉得你嘅生命系丰盛嘅？好多人举手啊！有啲都冇举手。其实丰盛喺我哋生命里边咧，有时都好难明白。唔知大家觉得你生命里面有苦难，系咪都丰盛咧？你生命里面咧有祝福，系咪又代表真系有丰盛咧？这个相信咧，神喺我哋每一个人嘅生命嘅计划里面都唔同，但系神藉住大卫喺诗篇十六篇咧，佢讲嗰句说话。大卫佢咁话，佢话同自己嘅心讲，佢话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我唔知我哋会唔会好似大卫咁啦，我哋心都对曾经对耶和华说，佢话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唔知大家觉得我哋自己嘅好处系点嘅咧？可能好多人咧都唔同。首先我提到丰盛，可能你觉得啊，我的好处就是很丰盛，但是诗人在这里所说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所得任何的好处不是在神里面，那些都不是好处。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我们藉着这首诗歌，当我们回想到神的丰盛是救我们一生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回应祂呢？我们怎样去继续依靠祂呢？是让这首诗歌都好像成为我们的祷告一样，我们不单止去学习唱这首诗歌，我们都将它成为好像我们的祷告一样，我们的呼求一样，好吗？神你是王，世上真光，狂风之中作避难所，洪水涌到我未惊惶，你已在旁，如此恩惠我心敬畏，我心感叹伟大上帝，神爱广阔，你在看顾，永远伴随，作我庇护。我愿颂赞永活上帝，你用作我保障，我愿颂赞永活上帝，你用大爱使恩拯救我避难处，作我保障。神赐丰富恩典救一生。神你是王，世上真光，狂风之中作避难所，洪水涌到广阔，你在看顾，永远伴随。
作我庇护，我愿颂赞永活上帝，你用大爱使人拯救，我避难处作我保障，我愿颂赞永活上帝，你用大爱使人拯救，我避难处作我保障，神赐丰富恩典够一生。系啊，主要我哋一生系咧都要嚟依靠你。系啊，主，因为咧你系我哋一生嘅保障。你是我们一生唯一的依靠，是啊，主，愿你的爱是啊时刻的环绕我们。虽然呢，即是这个世界上呢很多很多事情我们掌握不到，但是主，我们确实我们掌握到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呢去坚定的去依靠你。最多谢你，愿你得着当得的荣耀，愿你的名是被高举。是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告诉隔离哥听，我和你一起一生都要倚靠主，阿们。向你，向你唱出爱的歌，向你献上一切。我的好处不再喜爱，变成世界之最最近。交向你爱是最远，与罪债分开，最看透，最了解我脆弱。神是可靠，昼夜也能依靠，常在我身边，你爱中管教，吸引我与你自爱，靠向你，红海也分开。神是可靠，昼夜也能依靠，常在我身边，你爱中管教，吸引我与你自爱，靠向你，红海也分开。要认识你，是啊，主教导我们怎样认识你，是啊，主要教导呢我们怎样去依靠你啊。向你唱出爱的歌，向你献上一切，我的好处不再你以外，你是世界之最。向你唱出爱的歌，向你献上一切，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世界之最最近。靠向你爱只最远，与罪债分开，最看透，最了解我脆弱。神是神是可靠，昼夜也能依靠，常在我身边，你爱中管教，吸引我与你自爱，靠向你，红海也分开。神是可靠，昼夜也能依靠，常在我身边，你爱中管教，吸引我与你自爱，靠向你，红海也分开。
在我身边，你我中管教，吸引我与你自爱，跑向你，红海也分开，神是可靠，昼夜也能依靠。神在我身边，你我中管教，吸引我与你自爱，跑向你，红海也分开，神是可靠，昼夜也能依靠。阿门。哎呀，我哋再嚟宣告啊！神是可靠，昼夜也能依靠。神在我身边，你我都管教，吸引我与你自爱，跑向你，红海也分开。神是可靠，昼夜也能依靠。神在我身边，你我都管教。我也分开，更要认识你。哦哦哦哦，系啊主，我哋要认识你。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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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是可靠，阿门，哈利路亚，系啊主，你是我哋唯一嘅依靠，系啊，我哋冇嘢咧可以咧去靠，系啊主，呢个世界上每一样嘢都会落空，每一样嘢都会被废去。就唯有你的话语一点一滴都不能够废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多谢你恩典，神你是我世上真光，狂风之中脚臂难锁，洪水涌到我未经过，你已在旁，如此恩惠我心敬畏，我心感叹伟大上帝，神爱广阔你在看顾，永远伴随作我庇护，我愿颂赞永活上帝，你用大爱施恩拯救我避难处，作我保障，我愿颂赞永活上帝，爱用大爱施恩拯救我避难处，作我保障，有一生，哦哦，你的恩典有一生，哦哦，太等接拨天上你的救恩，献上我们的一生啊，恩典丰富，恩典丰富，我愿献上，我愿献上我一生，永不上帝，你用
即系仿佛同1973年赎罪日战争非常之似，如果大家可以有时间去睇睇，即系当时嘅情况。正喺诗篇122篇叫我哋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喺诗歌头先讲到喺患难当中，主啊，我哋拯救；喺困境里边，我哋向主要呼求。当然我哋个人都有自己嘅需要，但好唔好让我哋嘅心，我哋一齐咧结连埋一齐，去到呼求好唔好？去到为耶路撒冷我哋求平安啦！喺患难当中，我哋求耶稣作为咧喺以色列嘅境地里边，无论佢系以色列人、犹太人、巴勒斯坦人，每一个生命都系宝贵嘅。你咩？我哋去呼求每一个生命，系啊，都能够咧真系咧被神保守。系战火要停止，战火要停止。系啊，真系咧让两边咧真系啊种种原因咧，即系啊都即系引起冲突，都能够咧压止住。系让咧真系中间咧有啲嘅即系联合国人员咧出即系能够咧发挥嘅调停嘅作用，好唔好咧？就开声去祷告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哋纪念，我哋纪念，哈利路亚！纪念呢个处境，主啊，让咧你自己嘅即系保护保障临在喺患难当中，喺困苦里边，主啊，我哋求你，求你咧即系咧介入啊！求你介入呢个处境啊！求你介入呢个处境啊！主啊，我哋呼求你嘅名字啊，耶稣，呼求你嘅名字啊！耶和华沙龙，你是平安的神啊！你是平安的神啊！系啊，喺呢一度咧，即系当中，我哋都咧认识到咧，有啲我哋所认识嘅弟兄姊妹都收到一啲嘅信息，都要咧马上嘅避开啊！主啊，我哋奉耶稣嘅名去祷告，去祷告，去祷告咧。我哋认识又好，我哋唔认识又好，犹太人又好，巴勒斯坦人又好，系有啲唔同国籍嘅居民咧喺个当中嗰度居住。主啊，求你都系保守，求你保护啊，让呢个地方有平安啊，让呢个地方有平安啊！系啊，即系战火真系要停止啊！弟兄姊妹一齐开声，我哋用一两分钟好嘛？线上弟兄姊妹，我哋邀请你啊，邀请你啊，同我哋同心去祷告，同心去呼求啊，呼求呢个平安啊，呼求我哋即系保护我哋嘅主。系啊，人咧，我哋有患难喺艰难喺绝望当中，我哋求告主，我哋要求告主。Hallelujah, oh, 系啊，主啊，多谢你，主多谢你，多谢你 ，Hallelujah, 俾我哋咧喺平安啊，系啊，主啊，喺平安啊，虽然有风雨，但系其实我哋都好平安啊，系啊，虽然打台风啊，但系其实我哋都好安全啊，但系主啊，我哋顾念到远方你嘅即系家人，有啲系真系信耶稣嘅，虽然有啲未信耶稣，我哋都纪念佢呢个地方里边，因为呢个土地系。是啊，真的耶稣你曾经降生的地方，是啊，也都给我们知道，主啊，这些东西，这些战乱，这些状况，不是我们真的很想见到。虽然主啊，你真的告诉我们，这末后日子，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饥荒战乱的事情要日益增多，给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日子，但是主啊，我们都同心去举手，让救恩临在每一个生命当中。是耶稣，你是为生命而钉十字架，你是为生命而流出宝血。对，虽然土地很重要，但我们举手为当地人的生命去祷告，不要被战火就是游轮去夺取了每一颗未认识你的生命。所以主，我们今天同心合意去到举手，去到宣告耶稣，你的平安要临在，耶稣你的保护临在，耶稣你的拯救临在。是啊，让战火尽快停低，是啊，让受伤的人得医治，是啊，主啊，让咧真系咧还咧即系平安，可能要移居嘅人得到保护。神啊，我求你听我哋祷告，听我哋祷告，听我哋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中的安慰，患难中的。
爱中的拯救，救我脱离。中的安慰，患难中的依靠，苦海中的拯救，救我脱离。绝望中，绝望中的安慰，患难中的依靠，苦海中的拯救，救我脱离。世间一世的空乐苦楚，我愿作难，永护上帝，你用大爱使人拯救。作我保障，神之丰富一点又一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系主，我哋知道咧，你同我哋讲过啊，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是我们知道世间真的有很多的苦难，主，但是你告诉我们，是你已经胜过世界。是当我们见到这个世间很多的状况，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你才是我们最大的依靠，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真的为这些事情去扎心，为这些事情去痛心，但是我们都要记得早晨便必欢呼。你的盼望让我们是能够有欢呼的，让我们能够有喜乐的，让我们为苦难去祷告的同时，我们也带着盼望去领受你给我们的喜乐。无论我们面对什么状况都好，我们知道主你才是最大的盼望。我们将全然将我们每一个交上给你，我们成为登台的时候，不单止为苦难去祷告，也都有让你的喜乐平安临到受苦的人当中。哈利路亚，感谢主。是啊，弟兄姐妹，就让我们抬起我们的头，是啊，抬起我们的头去仰望这个永生的盼望，去仰望这个今生的盼望，是主是带领我们的。我抬头，是你亲手领我到青草地去，是我在复盛日运，是我灵魂苏醒你应允。阴间必不可把我遮盖，因你拥有高我头，浮庇我。系我哋一齐抬头啊！我抬头，是你亲手领我到青草地去，系我在丰盛日运，是我灵魂苏醒你应允。阴间必不可把我遮盖，因你拥有高我头，浮庇我。系啊，主，我哋要俯伏喺你面前。系啊，主，让我俯伏在你面前。让我俯伏在你面前，甚至你会领我走过，纵使是逃不过，抵过高山终要攀过。像你的爱都安慰浮庇我，让我知道不是我一个。我抬头，
知你亲手领我到青草地去，是我在复醒日运，是我灵魂苏醒，你应允。人间必不可把我这爱，因你拥有高我爱，就比我。我抬头，我抬头，是你亲手领我到青草地去，是我在复醒日运，是我灵魂苏醒，你应允。人间必不可把我这爱，因你拥有高我求否比我，一生你的恩惠垂着我，仍要爱我到天老时陪着我，你的双手，你的自由。说你的恩典不假意，主啊，我多么感激你，一生一生你的恩惠随着我，仍然爱我到年老时陪着我，你的信实，你的自由仍要我。家的福乐永扶持我，眼泪诉说你的恩典不间断。主啊，我多么感激你，一生一生你的恩惠随着我，仍然爱我到年老时陪着我，你的信实，你的自由仍要我。凡诉说你的恩典不间断，主啊，我多么感激你，我抬头，我抬头，是你亲手领我到青草地去，是我在复醒日运，是我灵魂苏醒，你应末世的当中，有很多的战乱，有很多的天灾，但神啊，你说今天的早上你好玩，在你里面是丰盛，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啊，我们就在这里站在这个的破口当中，为了这个地方去祷告，为了我们地上很多的苦难中的人，
好多在困境中的我们去祷告。神啊，我们呼求你的恩典，不单止在我们的身上，你的恩典更加是透过我们流露出去，流露在一些有需要的人身上。主啊，可能是我们的邻舍，可能是我们的街坊，可能是我的同事，甚至可能是我们的家人。主啊，我们去为他们去祷告。主啊，愿你的平安在他们的当中，愿你的平安临到他们的当中。主啊，愿你的恩典足够他们使用。主啊，我们很感恩我们能够得着这一份的丰盛，得着这个恩典，因为你的爱，因为你爱的缘故，以致我们可以有这一份的恩典。神啊，我们今天我们不单单去光领受这个的恩典，我们更加要站在破口当中，我们更加要将这个恩典流露出去，将你这份的爱去流露。神啊，让我们真的成为你流通的管子，让你的爱的流动藉着我们去流出去这个地上。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领受在你里面的恩典和丰盛之外，让我们真的可以去为他们祷告，让我们可以真的去为他们行出一步，让我们可以为他们去做多少少，去爱他们，去关心他们。主，我们感谢你。主，今天的早上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当中，今天的早上在风雨的里面，你告诉我们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神啊，我们真的 不单单只是去领受这个的恩典。主啊，帮助我们，刚强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刚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愿意去踏出去，去跟一些人去分享你的信息的时候，主啊，你给我们有这个信心，主啊，给我们有这个信心去跟他们去分享，给我们能够去活出你的样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多谢你，我们感恩，我们全然的，我们真的呈现我们自己去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去成为你的流通管子，我们愿意去领受这一份的爱之语，我们真的分享出去。多谢你，赞美你，愿你的同在在我们当中。感恩祷告奉主名求，阿们。